哎，有人哦。Hello， 西比克八代九代社团的社友们，大家早安。今天是假日哈，特别早。那今天要跟车友们来介绍的一样是 Civic 的八代，上个好像前两个礼拜之前吧，五月中旬左右，我经理哈也有直播介绍过一台 Civic 八代。那一部的车友安装本来啦，安装的是日本的 TIN 哈，那今天的车友其实原来已经是改装的避震器，那是Case Ball， 好，这个也是台湾 D2 大厂所同样一个品牌的一个避震器的哈，那。因为用了一段时间了，所以避震器这个避震器有维修过啊，也用了一段时间，所以就损坏。所以今天来选择的是 KT 的一个道路版的避震器。好，这个是原来 Case Ball 的设计哈，它一样前面有附强化上座。那前面的话，这个应该是七公斤啦，一样是七公斤的弹簧。但 KT 的前面的弹簧配置比较不一样哈，它的前面 KT 的前面是一个葫芦形灯笼状的弹簧，会比较舒适一点点。会比较舒适一些，好，这个是也是台湾 Case Ball 做的。那本来哈车友又改装了这个算是仰角调整器，因为这一款车哈跟 Civic 九代一样，它的后方是一个多连杆的悬吊系统，所以后方一旦车高降低之后，后轮的轮胎 camber 角度就会变得比较趴，就可能会吃轮胎的内侧会磨耗的比较快，所以都会建议啊车友要一并改装仰角调整器。那刚刚在拆装避震器的时候有发现哈，像这个仰角调整器啊，其实它也算是一个耗材。好，譬如说这里不晓得对不对得到胶哈。好像这个铁套的话，它有一个龟裂的状况，所以造成在行驶之间哈，它的后轮哈有可能会因为铁套它的间隙造成会有一个晃动的感觉。那一旦有间隙之后，这个仰角调整器的功能哈，其实就有点失效。因为这个仰角调整器主要是调准后轮 camber 角度，但一旦两边的其中一个铁套一旦出现了间隙之后，那这个的可调的功能啊就已经失效了，所以这个也是有消耗品的。那建议车友们啊，如果轮胎离地撑起来之后，可以摇一下后轮，如果后轮的有一个间隙感，那其实就可以查一下这个原厂的仰角啊，或者是改装之后的仰角调整器这个铁套。是不是已经有脱落，一开始会先像这样子会有龟裂的状况啦，啊，再来就会整个脱落，所以这个也是大概八万公里十万公里左右可以检查一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大概八万公里十万公里左右 Civic 的八代这一款车的右前的油压的引擎角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们之前也发生过车主本来是原厂变器，怎么改了 KT 之后遇到比较大的坑洞，它就有一个很类似一个触底的感觉，砰一声那结果啊发现它的右前的引擎角一旦裂化之后，它会贴着它的车台，所以原厂的避震器因为它的作动比较没有那么的直接，所以原厂避震器在作动的时候，它的铁套它的引擎角的下方的铁架并不会跟车体做一个碰触，可是改装避震器之后，它的回馈比较直接，所以前面的引擎角跟车体呢就有一个误判是避震器触底的声音。后来这个状况的话，我们经常都有发现在 Civic 车上大概八万到十二万公里左右就可以检视一下右前的引擎角是不是有异常的一个状况线上有很多好朋友好，那这个也是来 Case Ball 的一个这个比较后期的一个改良过了如果大概2009年左右，Case Ball 或者是 D2 的设计其实不是这样子这样的设计比较棒它的上面的设计是要沿用原厂的上橡皮，下方的话也是沿用原厂上橡皮，所以这个在安装上的话比较好安装。像之前前一部影片的日本的 TIN 它所使用的设计也是这样KT 的设计也是 KT 的设计的。这一圈的内圈会做得更大一点让它的基座呢会更稳固一些这个都是很棒，两个都是很棒很不错的设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后面还没装好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好了今天没有小帮手，所以我在移动那个镜头的时候会稍微比较慌一点点，请车友们包含一下。还是需要过节来，我们先来介绍前面好了因为前面
今天我们少一位祭司，所以就我跟那个子吴师傅一起来帮舍友们来服务，所以前面的话是经理安装的。好，这个前面它的弹簧哇，这样看不到，我等一下把镜头挪过来好了。来，等我一下，不然我们先来介绍后面的介绍后面的筒身。来，这个是后方的筒身，它的上部的防尘套，上部的防尘套是做一个加长，所以它会整个把最需要保护的这一节轴心把它罩住，所以它的使用起来的寿命会稍微比较长一点点。那这个上方的话会有是橡皮的话就沿用原厂的橡皮就可以了。阻尼调整的话是从这个地方，顺时针的话它就变硬，逆时针的话就变软，所以软硬度的话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这个是 KT 道路板的贴纸跟 KT 道路板后面的筒身。那每一套 KT 的产品都会附一本保固书，好，你打没关系，我收音台。好，这个是每一套避震器 KT 都会附一个保固书，不论是竞技版或者是道路版都会附一个保固书。那保固书上面会有一个保卡序号，这个保卡序号请车友们把它保留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已经之前安装的已经丢掉也没有关系，在避震器的底部的话会有一个又有一组序号，那一组序号的话就跟这个一样是一样的序号，所以那一个的序号就是来判断产品的保固了。所以这个序号这个保固书还有这个是赠送的贴纸，再请车友也妥善利用。那在好，那我把镜头翻过来介绍前面好热，我擦个汗一下。好，要降车了哈，降车我反倒比较好介绍。好，满身大汗，这样看得到了哈。OK， 好，来，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的哈，有一点斜了哈。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这个弹簧就200长7公斤，可是它的外径外径的话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它的弹簧跟弹簧之间的距离，我去拿个灯好了，来等我一下，我去拿个灯。好，借，谢谢。好，稍微看得到了哈。来这里，它弹簧跟弹簧之间的线距会拉得比较开，所以镜头一开始的话，那一种是直卷弹簧。其实 KT 的话，像竞技版，也是配直卷弹簧啊。我把镜头转一下，来拍摄有点晃，对不对？好，这个是前面Civic 八代、九代前面差不多都是长这个样子。可是 Civic 的九代的话，它的避震器上方还有一个离载串的固定点八代的话，它的离载串是固定在三脚架上面的。来，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弹簧，它弹簧跟弹簧之间线跟线中间的距离会拉得比较开。那这样的幅度的话，其实它弹簧的行程就会多出30%到35%左右。那它的线距也比较宽，所以像这样前面是麦花臣的悬吊系统，我们在遇到坑洞的时候，它是上下作动的。那这种弹簧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大概30%到40%的力量会往两旁来做释放，所以当然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我们比较常配在休旅车车上了，这是这样的形式的弹簧。那前面油管固定架然后还有 ABS 感应线，这个当然都要跟原厂一样了哈。可是这个为什么会有出现束线带？因为之前车友改装过其他的品牌，没有这个扣具这其中一点，或者是说这个扣具是塑胶的材质，但这里有热源嘛，这里有刹车啦，有引擎的热源，所以塑胶它久了会脆化之后那个就不见了。但是这个束线带其实把它束好的话，也还蛮安全的，只要线不要磨到这个轮胎的内缘就可以了。那前面的麦花臣悬吊系统这个齿轮状托盘在安装完毕之后一定要把它敲紧，因为前面的话麦花臣它还要得负责转动嘛所以有可能会松脱，所以这个安装完毕之后要记得把它敲紧。那我们来介绍上方好了
桥下等风的，很热啊，现在快爆炸了。好，这个是前面哈，那前面的引擎角哦，刚刚影片一开始提到的引擎角就是这一颗，哦，这一颗的引擎角要特别留一下，它如果有看到这里有油渍哦，就要特别小心，是不是诶寿命已经差不多了？哦，那下方的话会跟车体啊，如果坏掉，它会往下沉嘛，会很接近，就比较有可能会遇到坑洞之后会有异音。那公里数啦，一般大概都8到12万公里左右就要小心。好，这里有一个变器的维修孔，来，这里可以看到的 KT 的 logo， 这个 KT 的旋钮哈，就是在调整前面的软硬度了，所以要软要硬的话，可以从这个旋钮来做调整。那这个上座它的位置呢，是在前挡玻璃的下方。所以我们下大雨也好，或者是常停在路边有露水也好，它的水就容易透过前挡然后流到上座这边，所以上座的寿命就会因此而缩短。那如果是住在基隆或者是靠近沿海地方的车友们，这个上座就比较容易会损坏，所以我会建议车友们，如果是改装变器的话，我们大概3到6个月把这个维修孔试盖把它打开，从这个地方喷涂一些膏状的黄油，让它的这个轴承的寿命能够维持得更久，对避震器的使用寿命来说有增寿的效果。好，前面大概像这样介绍啊，前面的来 KT 的用料了，像是我们避震器桶芯里面所填充的阻尼油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油品，意大利的，然后油封的话跟 TIN 的话都是一样，使用的是日本 NOK 的油封。后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好像一边差不多了。然后这一支啊，就是后方刚刚提到的仰角调整器，如果啦车盖有降低的话，会建议车友们啦要安装。那常常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车友们八代九代的要降到多低就要装这一支仰角调整器。其实它后轮的 camber 角度啊，八代九代本来就已经到了一个蛮大的角度了，所以一旦有降低的话，我其实会建议的，车友们，因为这个一支都已经模组化了，像这个是锻造 KT， 这个是锻造的材质了哈，就都已经模组化，会建议大家啊，不然就一并把它装一装啦，免得日后的吃胎了，在装的时候就要多花一次定位的费用啊哈，所以。倒不如趁装避震器的时候一起把它装上车。好，这个是 KT 的一个桶身，这个是后方的调整机构。好 ，KT 的内径呢做的特别比较大一点点，下方的弹簧是要合它原厂的下橡皮，所以这个弹簧公斤数的话，180长6公斤。那6公斤指的意思是，这个弹簧如果要压缩1毫米，它需要6公斤的力道。所以这个是配置前七后六。的道路板设定。那这台车我们开过很多直播所以如果车友有听看过直播的话，就知道这台车其实安装的话就只有一个重点，它的后面的桶身千万不要把它缩得太短，一旦缩得太短，这一个后面的弹簧就预载化，这台车你怎么调阻你都不好做，甚至有的很夸张，把这个180长的弹簧压缩到剩150长、140长，哇，那整台车是跳到乱七八糟的。这个是原来早上拆下来的东西，就有一套避震器，还有后方的原来损坏的一个仰角调整器哈。好，今天的影片直播呢就介绍到这里了，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试乘啊，或者是有任何问题再请跟我们的小编联络，那影片当中标题也都有写到有公司的 LINE 都可以用 LINE 跟我们联络。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八代九代的车友们，谢谢大家，拜拜。